欢迎来到我们幸福的家庭，观看屋户上的新视频，了解孩子们没看时父母会做什么。我们为 TikTok 拍摄新的视频吧。孩子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为什么还在这儿？你们上学会迟到的。去上课，祝你们拥有美好的一天。哦 TikTok 哦，看，是我们的爸妈，这就是我们上课时他们做的事，他们正在制作 TikToks。 漂亮的舞蹈，我们的爸爸妈妈很火。我们幸福的家庭喜欢打羽毛球。嘿，我也想玩，给我你的球拍。你想得美，这是我的，给我，不，放手，轮到我了。女孩们，看，那些是我们的孩子，这是战争，你们可以打架。哦，可爱。好的，我们玩吧。你选择年龄较大的一个，我选择年龄较小的一个，告诉我们你得到了什么，用力打他。再来一拳。好的，不要再折磨孩子们了，去给他们第三个球拍。给你，亲爱的，这是你亲爱的父母给的。这个电影太恐怖了。啊，我吓坏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咬指甲了吗？那是个很不好的习惯。关掉恐怖电影，上床睡觉，没有但是。为了训练我的孩子不要咬指甲，我要给他们涂上辣椒。拜拜，坏习惯。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哦，这是一部超级恐怖的恐怖电影。我的眼睛，水，水，拜托，这真是一场噩梦。该锻炼了，这个锻炼视频会帮助我保持健康。拜，爸爸，我要去学校了。太好了，他走了，我可以打开防弹少年团视频。我爱你们，男孩们，我想学习你们的舞蹈。哦哦，忘记了雨伞。爸爸，你喜欢防弹少年团吗？不，只是你的幻觉。我喜欢漫画。看，它爆炸了，加油，把它们全部打倒。妈妈，爸爸，你们在读什么？物理。无聊。咻咻咻，这会很危险的，爸爸。孩子们，轮到谁洗碗了？快点，谢谢妈妈，我们得走了。好的，行，甜心，甜心，我们决定谁洗碗，像大人一样。石头，剪刀，布。石头，剪刀，布。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，我们不断地出同样的，但是我有一个主意。我们把这些小的提醒留在孩子们的房间里吧，多么棒的生活窍门。什么？脏盘子入侵了我们的房间？这是从哪儿来的？生活是如此的不公平，我们甚至没有弄脏这些盘子。新的尿布，我们看看，
我买错了尺寸，这些是成人纸尿裤，我必须去换掉它们。哼，也许不用。呜呼，我是相扑运动史上最好的相扑选手，看看我的样子。爸爸，你出来尿布了吗？这个要发到 Instagram 上。坏主意，小子，过来。两个最好的相扑选手即将战斗了，开始比赛。男孩们，哦，你们想干啥就干啥。够了，该睡午觉了，今天不能再玩乐高了。哦，爸爸，再多玩一会儿。行。晚安，孩子们。甜心，看看我有什么，我从孩子们那里拿来的。哇哦，这会是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哦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我需要我的妈妈。妈妈，爸爸。哦，不，我还在做噩梦。这块放哪儿？哦，我搭了一座塔。哦哦，我被 TikTok 迷住了，以至于我忘了做早餐。现在该叫醒孩子们了。我们这里有什么？冷冻的薄煎饼，我好幸运。我要用微波炉解冻它们。完美。哦，早上好，小山雀们，该起床了。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早餐，为我可爱的小女孩们准备的新鲜的煎饼。还有糖浆，我是不是非常贴心的妈妈呢？加油，加油！再打一拳，我赢了。停，孩子们，给我游戏手柄，这是美好的一天。去外面玩吧，快去！锻炼是消磨时间的好方法，散步愉快哦，孩子们。嗨。你好，甜心。终于，游戏机是我们的了。我会打败你的，爸爸。那什么声音？我们的父母在做什么？我们去看看。妈妈，爸爸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你们正在用手机吗？现在关上他们，上床睡觉。好的，晚安，孩子们。我一直想要一辆遥控车。哦哦，这不起作用。我想我把它弄坏了。不管了，没人看见任何东西。我的车，它怎么了？它坏了。嘿，西奥，你借我的车又把它弄坏了吗？承认吧，我没碰。哦，当然，你总是拿我的东西，我不会让你逃脱的。哦哦，我告诉过你，我没有玩你很不好的车。没有吗？那么谁把它弄坏了？圣诞老人。安静点，孩子们，我们不要打架。这是给你的新型直升机。耶，这是给我的。不，我的，还给我，西奥。亲爱的，让我过去。谢谢。嘿，妈妈，拜托。
你已经好了吗？哇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准备好了？这只需要练习。再次被占用了，爸爸，是你吗？你花了好长时间，爸爸喜欢在洗手间里唱歌。爸爸，你是教我如何在2分钟内刷牙的人。3分钟刮好胡子，你怎么花了这么久？终于，我可以进去了。喜欢看父母的秘密生活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觉得你不在家时你的父母做什么呢？他们搭乐高积木，玩电子游戏，还是拍摄 TikTok 视频？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和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呜呼声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